所追寻的乃是世间的规法，并非我一人的规法。天智乃人世之上的天，神鬼乃人世惧怕的鬼，无论帝王或凡夫都无法动摇主宰它。若我用你蛊惑人心，便是扰乱天智，绝非正道。墨者无私，将你封印才是真正的维护规法。从未有过。那是你的结束。所求有所苦，便会有梦；有执念，便有梦间。而韩子高素无执念，所以梦间一片空白。因为你的存在，因为有你，执念渐生。世人若有犹豫和动摇，便会有梦。也因为有你，我才能重新出现。而那个人却再也无法打败我了。说什么？我在笑他。什么天智规法，什么墨者无私，说得好听，终究还不是为了你一个人而偏私。你又入梦了。没什么，来，过来，来我身边，怕什么？我是你师父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当初是我从火海中保下你，是我在环梦谷一次又一次救你，你如今怎么却怕起我来了？来，过来，把手给我。你终于上钩了，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有了你和这个吊坠，我的封印终于可以解开了。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们早已同心同命，没有你，我还真回不来呢。你可还好？赤霄剑的封印终究是被解开了，命数如此，你不必愧疚。天命难违。子无辜，他并没有犯任何过错。若为救天下人而杀一个无辜的孩子，并非墨者本意，也并非天智所求。天智本应赏善而罚恶，而非畏罪先罚。墨者无私，但为苍生，他亦是苍生之一。他若做错，我便惩治他，但他若无过，我定守护他一世，引他向善。
这梦境马上要坍塌了。你随我来。